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柔小猫。最近群内很多小伙伴问小猫有没有 PS 漫画插件的使用教程，所以今天小猫录了一个 PS 漫画插件的使用视频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操作步骤吧。插件安装完成之后，到窗口菜单扩展功能里面找到它。我们来制作一张完整图片，所以选择区域这里我们选择完整图像。然后点击创建卡通，差不多等待30秒左右，效果即可制作完成了。我们也可以到编辑里面为图片进行适当调整。插件自带八种卡通脸预设，这里我们选择第一种试一下效果。效果感觉挺夸张的，我们还是把它还原回来，一会自己手动调整吧。我们也可以使用插件的热门表情的大眼睛等进行适当调整，也可以使用自定义卡通脸。自己进行手动调整，调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、留言、分享加关注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